去甲卡江岛啊。刘英姐啊，我想我翁美华做日黄港的门，对你这位大某是真尊重嘛，真吞忍。你敢有必要安尼卡袂着，都对我借口倒下心？翁美华，家己什么款的出身，家己都爱知影啦。趁食查某拄到一个大温客，因花女变成一个小奶奶，迄若毋是因为我老用你有法当哦，你有哈多踏入这个大门，你莫戆啊啦！搁再讲啊，细姨对大我本来就应该尊重啊，你为虾米贪我万两、贪我万分啊？干嘛呢？歹势，乔乔，大妈，这是我的事情会，请你批准。我今日参详好，要行以退为进这条路啊！好，我马上口头吼来批准你啊。歹势，这是我的决定，跟我妈妈一点仔关系都无。这都是我的决定，照常准时上班。你娘出去啊！爸，我马上真肯定跟你讲，不管你有批准无批准，我拢要离开超人。为什么？因为我认为。我伫咧超人，我是有志男生。唉，无才调的人，毋才会讲这种话。好，我承认我无才调，我是毋是会马上得到批准？我批准你啊！你点点，志强，你一定要闹到规间厝内家庆不良，一家人歹面相向，你才会甘愿是无？爸，真实嘞，真歹势，我绝对无这个意思。啊，不过我想，我即摆年纪，伫法律上，我绝对有自主权。我想我伫这个厝内，我嘛有权利来决定我的前途。晚安。志强，志强，免叫我啦。去甲卡江岛啊，刘英姐啊，我想我翁美华做日黄港的门，对你这位大某是真尊重嘛，真吞忍。你敢有必要安尼卡袂着，都对我借口倒下心？翁美华。家己什么款的出身，家己都爱知影啦。趁食查某拄到一个大温客，因花女变成一个小奶奶，迄若毋是因为我老用你有法当哦，你有哈多踏入这个大门，你莫戆啊啦！搁再讲啊，细姨对大我本来就应该尊重啊，你为什么贪我万两、贪我万分啊？干嘛呢？若毋是我当年已经生气中这个查甫孙，卡上嘛愿意承认我，互阮母仔囝入门。我想我就是带志忠跪在你的面头前三暝三日，你也无可能会顶头，对吧？知影就好啦。阿美华，你莫叫是讲吼，你卡袂着去甲卡只破卡床，伊都着抱你啦。你莫叫是讲你食两三杯啊硬菜，你都要飞上天。我甲你警告啦，你若是敢对我无头无身，我同款会当甲你母仔囝看一个，唔相信你再试看卖咧。好啦，恁是要冤到卡床过来骂人，恁才会甘愿是无？我感觉拄才志忠骂我的话，真正是有一点仔把我骂醒啊！我的尊重甲吞忍，只会予别人软土深根的机会而已。所以玲姐，刷落来我这做小妹，若是忍袂住，对你不敬，请你原谅。美华，你阿怎？唔敢。阿嬤，拢找过啊，也毋过拢无看到人，我想应该是透早就出去啊。我只有一句话，一个要求，就是圆满。有听到无？吃饭未？听你安尼讲，你是一透早就家己走去找歹看是？我是也想袂到，这个叶美琪的态度会用这么坚持，这么冷淡。我问你，你两个人过去敢有交情？安尼伊对你态度冷淡，嘛是应该啊。搁再讲啊，是你家己要对伊这尼啊坦白啦，讲你已经辞职啦。对一个一无所有的人来讲，亲像叶美琪这种欠卡的查某，对你这种态度已经算真客气啊。
志忠，听我的口供，莫病去乱投医，先忍耐一下，等机会再去出发。叶美琪，你算袂赢伊。我都唔相信，哥，你对伊了解有偌济？唔捌交手过啦，还佫江湖传闻，讲这查某囡仔伊的交际手腕相当厉害，而且政商的关系嘛非常密切。我都亲眼看到，伊对台风开发的董事长李泰山真热情，而且佫叫一声客气。安尼传闻就无唔对啊，听讲李公即马是这查某囡仔后壁最大的金主佮靠山。你讲了无唔对。今日透早，我真正自取其辱，自讨没趣。不过安尼一来颠倒刺激，我想要甲伊交手，欲望较斗志。你莫滚酸笑啦，小心你予伊拆一下落包，也毋知通疼。我甲伊个高手来过招，而且我偏偏毋信邪。哥，你有办法替我找到资金无？你爱偌济？投资的资金三亿。志忠啊，你还贩毒无？还是讲你拍篮球像 Magic Johnson 这么厉害？假使哦，你若是袂晓贩毒，你嘛无 Magic Johnson 这么厉害。安尼，你想要第三亿的资金，只有一条路啊，就是去抢银行啊。而且唔难抢一间，你搁爱抢几啊间才有够。上好是搁抢咱厝内银行对无？对吼。会用抢家己厝内面的银行，志忠啊，那银行是你妈妈在管的，你哪会找伊参详？找无路用啦，发手头要抵押品啊！请问台湾的银行每一年有偌济一个呆账？这是因为内心通偌贵啊！超贷这两字，你应该知安怎写？我妈妈无可能会答应替我处理这种代志。你也无甲伊参详过啊，你也知伊毋肯甲伊斗相共。不过这是无合法的。哼，伫个生理场上啊，正门逐工有偌济无合法的生理伫发生甲交易。你想要甲叶美琪争回这口气，就只有你妈妈会甲你斗相共。我有代志，我先来走。卖想一挂有诶无诶好啦，妈咪哪有可能甲你串通去做迄款超大诶代志啊？我早就约着你，一定唔同意。我甲你讲啦，今日早起恁阿妈有特别交代恁爸爸，一定要完完处理你辞职诶代志。所以后来恁爸爸嘛有答应，三个月了后就会恢复你诶原职。所以明仔载开始，你甲我乖乖啊转来上班，有听诶无？有啦，也毋过妈妈无听你的话哦。昨暝哦，我总算是忍袂住，甲恁大妈呛声。真的？其实你讲了嘛无毋对啦，我实在予伊欺负了有够久啊，我家己嘛找无，需要搁看伊的面色，忍耐伊脾气的道理啦。妈，本来就应该安尼啦。希望伊刷落来哦，知影对我就好啊。啊，若无，真正要起冲突，想输想赢，搁不知。我一定听你的。当然，我也无希望有一天真正甲伊变面啦。妈，我甲你保证，这一天真紧就来。